独独潘威伦踏上台南球场投手丘，传来阵阵呐喊声。这一支隐退预告片带老球迷走进时光隧道。本土王牌从四大天王之一的谢长亨手中接过棒球，象征世代传承。与他长期对决的彭正敏、林志胜两位传奇打者也拎着球棒准备踏上打击区。目光转向休息区，国家队金庸连线，当家四棒陈金锋坐镇，牛棚里王建民正在热身。台湾棒坛神兽入境，勾起球迷情怀，也致敬嘟嘟。目标在隐退赛拿下生涯第150胜，而下一个世代的狮队本土王牌已经后继有人。回棒落空，来了一个变化球。古林瑞阳在中秋节对乐天缴出六局八 K， 进账本季第10胜，也是生涯首度胜场上双，防御率 1.64， 在剩余的一场例行赛先发中，要挑战 1.62 的史上最低防御率纪录。这棒被张玉成扫到了中外野的深处，岳振华还在退，还在退，不用退了，张玉成一棒炸裂两分炮。另一地也有指标球星发威，张玉成在对兄弟之战敲出了两分炮，本季第八轰，也是胜利打点，帮助悍将以5-2获胜，也将黄山军的封王魔术数字冻结在 M10。 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 MOD 自由选，自选50，自选20，赶快加入民视新闻台。